欢迎来到 Project M 网站设计小组的配件知识库。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 WP Form 这个配件和它的使用教程。首先呢，我们先打开你的网站，然后我们先来安装 WP Form。我们去到 Plugin 这边，点击 Plugin，然后按上面 Add New，然后在这边搜寻你要的 Plugin。结果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WP Form，我们打 WP Form，然后就看到这边有一个熊的 logo 就是 WP Form，然后就这边按 install now 吧。好，我们 install 好，我们按 activate，然后我们 activate 好了，它就会跳出来一个 welcome to WP Form。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出去不用理它，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按 create your first form，你也可以在这边，你看到左边你 activate 好之后啊，就出现一个 WP Form 的东西在这边。对，你可以在这边按 Create your first form，然后它就会跳去这个界面。然后你会看到这边进要来这里之后，还有很多的一些选项给你。然后呢，这边呢都是它的 template，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blank form 啦，simple contact form、newsletter 的一些 form 啊，它都有一些 template 给你，可以直接用在这边用它的 template 来做，对，就会比较快速、比较方便这样子。然后因为就只是介绍，所以我们选的是 simple contact form，我们这边按use template，然后你进到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这边右边这一个就是你的 form，它的 default 的样子就会在这边出现。然后这边的话，左边这一边standard field 这边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可以给你，比如说有些 single line text paragraph，不过你可以看到它功能。其实蛮少的，多数都在下面。然后这一边呢，你会发现到，你点它的话，你是不能用，因为你要把它 upgrade 去 Pro 的版本，就是你要付钱才可以有这个功能，才可以解锁这些功能。对，不过它有很多功能都是被锁着，所以你可以用的就只有上面这一边。对，然后呢，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做个 simple form 的话，你没有去加一些，比如说下面有一些 date 啊什么的话，其实这里就够用了。对，然后如果我要，比如说我要改这边的设定，比如说 name，然后我要改它里面的一些设计的话，我可以点击它一下，然后它左边就会跳进来 name 的设置的页面，然后看到这边有 label，你可以在这边改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它就会在这边更改。比如说，就是随便打一点东西，然后你会看到它上面这边就是对应这个 label，所以对你就可以在这边做自由更改，看你要改什么字都可以。对，然后呢，这边呢 format 这边，你会看到它这边写 first 跟 last，你也可以改，就是说，比如说你只要 sample 那个你要 simple，它就会变成是只有一格。对，然后如果你要 first 跟 last 的话，就会变两格，就是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就是你要访客填它的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改，或者说你要first middle last，就是三格也是可以。对，这边就用 first last 这样子。然后这边是 description，你这边打的话就会出现在下面。对，因为不需要，所以我就不用打。啊，这边有个 require，这个 require 的话，你把它打开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星星这样子，然后我关掉它就没有。打开来就有这个 require，就是说访客一定要填写这一个格子，他才可以按 submit。如果他没有填写的话，他按 submit，他就会跳一个提示出来说你没有填写这个，你一定要填写才可以 submit。这样子，所以对你就可以把它打开，就一定要让他填写的话，然后你可以去第二边那个 advanced 这边，可以调它的一些size 啊，如果你要它有点太大，你就可以把 small 然后 medium last 这样子，你这边 medium 就好了。对，或者是你可以打它一些 placeholder，它就会出现在里面。对，就都可以自己做设计。这些 last name 啊、placeholder 啊、default value 都可以改，还有 CSS 这边，还有如果你要让 hide label 也是可以，就是你不要它的字，你就这边打开，它就会把名字 hide 掉，把它的字 hide 掉，然后 sub label 也是可以把它 hide 掉，就看你自己。然后这边呢，你会看有个 Smart Logic，但是这个也是Pro 的功能才可以解锁，所以这边也是用不到。对，然后呢，其实大多数的
功能都差不多，对，都差不多。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每一个的设定的人都不太一样。对，然后这边呢，可以讲一下的话是，可能是 checkbox，就可能如果你要把它装进来的话，你就看你要装哪个，你就按着它，然后把它拖进来，拖到你要位置，它就会进来。然后一样，你设置你就点它一下，然后它就有一个 checkbox 的功能，你就是可以在这边改，比如说它这边是 first choice 嘛，有可能就一二三吧，很简单点，我就一二三，就可能你有些时候你要让你的访客有一些选项，让他打勾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choice 的设定，然后你这边可以加一格，然后减一格，就你要加还是删掉这样，也是可以。放 image 就是放一些图片在里面，就是你可能 upload 一些图片，我看这有图片，你就可以 upload 图片在这边。好啦，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选项里面，它就可以看这个图片，比如说它要选这个照片，它就可以在这边打勾，那这个就不需要了，所以，对，你就可以。必要的话就把它关掉，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写一些主权证，它就出现在下面一样，然后还有 require，就是它一定要选一二三才可以 submit，然后这边 once 也是一样，就你可以调它一些设定，你要让它 randomize choices，还是你要让它就是它的 layout，你要让它 one column two column three column 就是这样分开都可以，或者是 inline。都可以自己去看，自己看要用什么样的设定，然后 choice limit 你可以让它选择，它只是可以打勾一个还是两个啊，就都可以。然后这边就是，如果你是就是 post 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post type，或者是一些 taxonomy，我这边我就单纯是用 checkbox，所以就 off 就可以了。对，然后你一样可以 high label，然后可以加一个 enable disclaimer 在这边。对，因为我们用普通的，所以就不用管它，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所有东西都做好了，没有什么东西要更改，全部东西都已经确定好了，你这边按 save 就可以了。对，你也是可以 preview 啦，你可以这边按 preview 就可以去看一下你做的怎么样。就类似这样子，我就给你看。你大概是怎么样做到？对，好，那我们 save 好之后，我就把这个关掉，我们就出去，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你的 form 底下看，我把它改名字改成 demo contact form save，然后出去，它就会变成 demo contact form。OK，然后这样我们现在都把我们 form 弄好了。我要讲把这个 form 装进我们的网站里面，装进我们的前台里面呢。你看到这边有个 shortcode，然后下面就有对应，比如说你要是 demo contact form，你就把这个 highlight 起来，对，highlight 起来，然后把它 copy 起来，你就去到你的 page，就是你想要放这个 form 的 page。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form 放在我的 contact us 里面，我就可以按 edit 进来这边，然后呢，它跟其他的 form 的 plugin 是一样，一模一样，你就只需要把它 code 就随便找个地方就丢进来，然后按 update 就可以，就是任何的 text 的 box 都可以，任何的 text 的地方 text area，你只要把它放进来，它都会显示出来。对，你就放好之后你就按 upgrade，然后就可以去就这样子就放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去你的前台看，你就看到这边已经装好了。你的 contact form 你就已经出现在这边，对，就跟你设定的一样，然后这样子可以自己试试看。像我们装好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 WP form，就是如果顾客今天就是访客，他今天填写啊那个资料的话，这个 form 会 send 去哪里？所以你就要去设定你的 email。你可以去 setting 这边，然后可以看一下这边有 general 啦，可以改你的 form name 在这边改啊，就是 submit button 的 text 你也是可以改成，比如说你要
你不要让它叫，你不要叫它 submit，比如说 send，你在这边改，或者是一些 submit button，就是 sending，就是它在 processing 的时候还写一个 sending 这样子。对，还有 ND span 的那个 protection，你可以你要把它打开，还有一些 advanced 的东西可以改它一些设计这样。然后重要的是这里，这里的话，还有你可以看到这边 notification，然后这边是 default notification，然后呢，你要把就是 enable 起来，它就会 send 这个 email 给你这样子。然后你看到这边有一个 send to email address，这边呢，它就会告诉你说，它 default 会显示说是 admin email，就是你这个网站的。就是你一开始放的那个 email，它就 send 去那边。可是如果今天你要改的话，你就把这边 highlight，你就这边打你自己的 email 下去，然后按 save，它就会传去那你指定的那个 email。所以这个要很注意，要记得要换，要不然你会收不到这些信件，这些 contact form。然后一些就是剩下下面都是一些显示，就是 subject line 啊，你可以在这边按这个。Smart tag，然后可能加自己要的东西，这样子哦，然后就会显示出来哦。就是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来。那你的 from name，就是你看到这封信啊，它就告诉你这封信是 from 哪里，然后就会写这个网站的名字，它 default 会写啦，不过你可以加别的啦，看你自己加。那我们 default 是这个网站名字 Project M 那个 sample，所以就可以把它改回来。就会在这边，然后 from email 这个也是 admin email，它就是显示出来你的 email 是从哪一个 email 来的，然后还有 reply to email address 啊，然后还有 email message all field，就是访客填写的 message，它都会显示在这边给你，这样子，然后你全部都改好之后，你就按 save 就可以了。对，然后下面我们第三个是。confirmation 就是你，比如说访客在填写完之后，他会有什么东西，有一个 message 跳出来，比如说他填写完他按 submit 的时候，这边就会写出现说 Thanks for contacting us, we'll be in touch with you shortly。他就会显示，他就会跳出来给你的访客看到。你可以改它改成可能 show page 什么 message 还是 go to URL redirect 之类都可以改啊，这边也就是。那个 smart tag 改，对，就你可以自己试试看。然后这个 show entry 的话，就是你看到这边有个 pro，就是他要去买他的 pro 的功能才可以解锁。OK，然后下面的东西呢，都是没有办法用，就是你一定要去买他的 pro 才可以解锁。然后好了之后呢，所有设定都好，就记得按 save，然后推出来，然后。因为你已经装好了，所以如果你再有一些更改的话，比如说你要你做完了，然后你把你的网站已经装好了，可是你突然间哎，我少了放一个东西，就可能我少放了一个line，然后 save 起来，我们把它删掉，我就 save 把它关掉，然后呢，我就不需要再去装对，因为我已经把这个装进来，就是我已经把它安装去那个我的 page 里面，所以我不用去。再装多一次，我就只需要装好了，然后我这边按 refresh，对啊，然后我刚刚新装的 single line text 它就会跑出来。以上就是 WP Form 的基本的教学，持续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超值实用的配件知识。我们下一期再见。